闪耀星空，有笑脸，有爱心，观众看得惊呼连连。回归二十年，港府斥资约4800万台币，在维多利亚港释放23分半的烟火秀，39888枚烟花，加上建筑物上100支光束灯，柔和多媒体灯光效果，绚烂斑斓。没想到，大家下雨了，快逃！香港回归20周年，维港放千万烟火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。看到一半要先走了。找个地方躲雨看。一场大雨让原本在现场站了一下午位置的民众全身湿透，顾不得美丽烟花，先逃再说。但也有人雨中作乐。八幕烟花秀夹着滂沱大雨，20周年的回归烟火秀，的确让人留下深刻记忆。央视剧秦燕莹香港报道。